到加拿大本拿比市美丽安静的上路湖社区湖景大道6406号的现代豪宅。本豪宅是您理想的安家之选，简洁优美的前廊迎接您的到来。进入室内，高挑的空间令人惊叹，客厅明亮大方，配有煤气壁炉和经典的格子造型天花板。客厅与正餐厅相连，华美炫目的灯饰让人过目不忘。穿过大厅，这里有一个客用卫生间，还有一间办公室，也可以作为客房使用。厨房专业奢华，这里配有大型中央餐吧、吧椅，高端不锈钢厨电设施，包括三个独立烤箱，能满足大型家宴的餐饮需求。这里还有一间中式厨房，配有五灶眼煤气灶台，特别适合煎炒烹炸。来到户外露台，这里特别适合举办烧烤聚会。后院设有独立双车车库和充裕的露天停车位。回到室内，厨房的用餐区明亮温馨，厨房与家庭室相连，家庭室的巨幅窗户保证了良好的采光，煤气壁炉温暖舒适。请您来到楼上，这里有四间宽敞的卧室，其中两间卧室配有步入式衣帽间。第二主卧室拥有步入式衣帽间和私密卫生间。您尊贵的主卧室浪漫雅致，步入式衣帽间是您的时尚精品店，私密卫生间是您放松身心的好地方。这里配有高级浴缸和独立蒸汽淋浴房。这一层的公用卫生间配有感应照明设施，洗衣房和小储藏间也都在楼上。本豪宅的最底层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空间，在影音室和朋友看大片或打电动，在酒吧小酌一杯，欢乐开怀。这一层还有一个卫生间和一套两居室套房。本豪宅附近有好几所小学和中学，特别适合孩子成长。想运动健身，您可以到鹿湖公园荡舟水上。想购物休闲，请到 Metrotown 购物中心。本豪宅距离爱德蒙兹天车站只有5分钟的路程，乘坐天车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温哥华市中心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本物业的信息，或者您想亲自体验看房，请您联系 Phil 和 Doris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您点赞、订阅或与好友分享。